そこにさ、石を一つ一つ置いていくんだ。星を一つ一つ増やすようにさ。どんどん宇宙を。
处啊。对。其实你这次就算不是将我，应该也快赢了。感觉你防不住我站九宫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你的子比我多，为什么你好像防守不利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我觉得我后期防守很辛苦，这边一条就在挡人。什么？哦。对。真的吗？我打蓝色的。蓝色这边可以干、欸、怎么不是干什么都找不到，你要只是说那个、就是那个感觉你到你九宫不好防守，就是说我是说你子力不是比我优势吗？我感觉，可是为什么你不太好防守？初期有吗？初期还好。嗯，初期我是劣势哎、欸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捉我，你才死两个，我死三个。不是啊，初期我死这两个。你看我死四个。没有，我死这两个。不，我说的是数量。我说棋子数你比我多。是啊。你这是在干嘛？这只。垃圾啊！是啊。那、为什么不参与防守，然后在这边浪费？想说很快就可以冲进去啊！你这边。你怎么冲得进呢？你就不摆子，我又不会摆给你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摆子的时候，我有想过，我不能摆在这，摆在这以上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攻占我的九宫。对。好啦，结束了，可以剪片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只有威震八方。感觉没有威震八方，没关系啊。干，你那个怎么不威震一下？还是来不及？我刚刚才上的。不对啊，哦，你刚才上的，哦，你是最后上这里，然后一上就被马干了。对。好吧，就没有机会用了。哎，真是可惜啊。小日兵，我猜这只象。啊，是吗？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试探我的棋路？嗯